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一起用我们最喜欢的方式来庆祝中华民国台湾第15任总统副总统的就职，这也是我们最感觉到骄傲台湾民主的果实。 Let's celebrate Taiwan's democracy. Go! 侨澳委员张家生，恭贺蔡英文女士、赖清德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台湾第15任总统、副总统。祈愿中华民国台湾在总统、副总统阁下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稳定与繁荣的中华民国台湾。最后，让我们敬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加油！恭喜蔡总统，台湾加油！我爱台湾。我是新加坡荣光会理事长苏俊旭，在此恭贺蔡英文女士及赖清德先生就职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及副总统。我们期待你们带领台湾走向全世界。我爱台湾，台湾加油！我爱你，加油！我爱台湾，台湾加油！台湾我爱你，加油！台湾连接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的美好。台湾我爱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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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新加坡的呼吸治疗师，我爱台湾，我爱台湾，我爱台湾。